宝吉呢个最大商场加开新翼后，多咗唔少店铺，有新嘅 food court 之余，上年年尾再 upgrade， 增添咗唔少新玩意啊！呢度咧就系宝吉岛最新嘅 3D 主题乐园，成个热带雨林咁啊！跟我一齐玩啦！咁咧，我上到最高嘅位置就玩呢个 Silver Glider 啦。好似话咧个时速好快嘅，所以我依家都有少少紧张。等阵玩完再见。都有啲紧张，咁高嘅原来。Silver Glider 长200米，时速有45公里，都咪话唔惊啊！落到去仲有两个大回廊，好惊险刺激啊！玩家会一边被魔鬼阻路，一边又要揾出口。咁咧，我依家咧就身处喺呢度最高嘅地方啦。咁呢度就有一个 skywalk， 系可以睇到下面咧所有嘢噶。咁又睇到下面嘅迷宫啦。仲可以見到人哋玩呢個 Silver Glider， 咁呢兩樣嘢我啱啱都有玩過，都好正。哇！你睇下依家就係有人玩緊呢一個咧迷宮啊！仲可以嘟下 QR code 睇下有咩唔同。波波池有好多块镜，营造万花筒效果，唔算多人，又有得玩又有得影。但要小心，原来都几跣噶，唔惊湿身，可以玩埋室内 Adventure Cruise。咁我啱啱玩完呢一个咧，又黑啦又冻，最后仲会喷水，我依家成个人都湿晒啊 ！Aquaria 系布吉最大水族馆，里面有超过25000只生物，唔少得有极之受欢迎嘅魔鬼鱼。仲有可爱的水刷，每日都有潜水员落水喂食，是影相的好时机。餐厅主打新批西菜，融入泰式元素，卖相好精致，可以摆晒海底隧道探店啊，兼影靓相，全泰国唯一啊！